第40题，甲抽水马达功率为1000瓦，每秒可从水池中抽出6公斤的水。现在在相同设备和环境下，换成功率为2000瓦的乙马达，则乙马达1分钟可抽出多少公斤的水？我们看到我们的功率从1000变成2000，功率加倍了，所以它能够抽出来的水量应该也会加倍，所以6就乘以2会变成12公斤。但同学千万就不要选猪是12公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6公斤是每秒钟一秒钟抽出来这么多，可是题目问的乙马达是1分钟，那么所以时间不一样，一分钟是60秒，我们一秒钟有12公斤钟，一分钟要乘以60会变成720公斤，所以答案应该是选 B。第40题问我们说，则乙马达1分钟可抽出多少公斤的水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720。